是什么呢？真的就感恩艾伦总经理他的安排。刚才说这些培训会很重要嘛，大家看那另外一个通卡在后面两个，对，培训课程，那这个呢一定要讲，因为是大家很实用的，有 ABC 法则啊，有那些如何邀约啊那些，那这个呢大家一定要跟你们的女士报，这个一定很报，但是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要参加，因为一定可以有收获的，这些是很落地的，不是只是激励啊鼓励啊，是比较实在的东西，因为 Elder 总经理他是培训部的老师，他在台湾也是，他是整个公司的培训部老师，所以他的重点不是培训，所以他来这里举办那么多培训的课程啊，都是想大家有打基本功啊，或者就是其他可以加强自己的提升自己的能力啊，这些哦。那首先要给 Elder 总经理一个掌声，好吧？每一个团队都有吧，我知道他们真的，还有就是以前的那个 Kenny 说，他现在在欧洲了。我觉得这个公司，你真的在外面是找不到，公司的人会帮你很多，真的外面找不到。我真的要感恩这个公司，谢谢大家。